江西扣肉，在我们家叫什么扣肉？你知道吗？老爹扣肉。为什么？因为俺爹只会做这一道菜。爸爸专属，就是从我爷爷那儿学下来的。只有过年的时候他会烧一道菜，露一手，就是扣肉。扣肉，所以我们永远有那道菜叫老爹扣肉。哎，朵姐，我特别想问一下。这么拿手的一道老爹扣肉，你有真传到一二吗？哎，这个我真传到了，会尝它，我能识别出来是不是老爹扣肉。那今天要不要试一下，稍微把爸爸的这个手艺给他创新一下，就像我们新民族的音乐一样，总得传承下去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试一下好不好？试一下。我可不可以给我打给我爹打个电话？打电话。我问一下我爸好不好？第一步是打电话。啊。哎，爸，我现在在录节目。啊，讲。啊，人家呢喊我走口入。我哪会做呢？我只会吃，然后我就跟他们介绍了做老爹扣肉，你的扣肉每年过年都会做给我们吃的。你快告诉我，现在面前有一坨肉。哦，扣肉，有肉啊，五花肉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跟锅里煮。哦，锅里煮。好，清水煮。爸爸，你可以说普通话，他们也能听得懂。有清水煮开，你这不是普通话嘞，爸爸。能听懂，能听懂的，我们听得懂。普通话就是用水把它煮熟，皮子朝下，煮了以后把筷子把它一戳，筷子一戳，一戳要戳的那个皮子要轻轻的就把戳穿，轻轻的戳穿。搜搜，拿筷子戳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戳它的目的，我就是要那个要熟透。哦，熟透，然后它煮熟了，然后你告诉我要放什么酱油吗？对不对？现在不是搞酱油的时候，先把它捞上来，就上面就搞那个蜂蜜。写下来，蜂蜜，蜂蜜，对，蜂蜜哈。然后就磨均匀，磨均匀，把这个肉磨均匀，然后把这个肉就放进那个油里面炸，炸。炸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看是不是金黄色的。哦，要炸成金黄色。金黄。泡皮要起泡起泡，你就把它拿起来。拿起来。就把那个肉啊，从上面就有皮子这边，用刀子把它一片一片的，不要把它切断了，切成三分。别切断，三分之二，不能切断。肉一片大概多厚啊？用筷子这么厚啊？下面做盐菜。是咸菜，我们这边准备的是梅干菜，对不对？梅干菜，梅干菜。对。就是搞个调调，把味道都调好。味道怎么调料都味道都调好，意思就是调料怎么个味道调好？梅干菜要调好味道，调好味道以后，重要的是要有梅干菜要放一点酱油、生抽。好。慢慢谈恋爱啊，再见，拜拜，爱你们。好，拜拜。太精彩了，这个电话。所以叔叔阿姨平时也是这个状态吗？哦，他们俩就是这样的，一天到晚在谈恋爱，你知道吗？打情骂俏。好幸福啊！